是求在 s 减 2y 括弧次方的展开式中 s 平方 y 三方项的系数。我们知道 s 平方，所以 c52 s 平方再乘以负 2y， 因为 y 要三次方，所以把它展开，10乘以负 8s 平方 y 三方，所以它所求的系数等于负80。